为法师，诸位同学，真济。请大家跟我做伙皈依三宝。阿舍利尊严，菩提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尊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，皈依达摩，利益中尊，皈依正伽，主掌中尊。阿舍利尊严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尊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，皈依达摩，利益中尊，皈依正伽，主掌中尊。阿舍利尊严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尊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，皈依达摩，利益中尊，皈依正伽，主掌中尊。请看《大经》何注第852页，倒算第四行，倒算第四行。现界世间无边方便即差别地，方便者善卡呀，以善知一切众生根性污欲傲，随机机宜善卡说法，果灵结机。智慧有根本地的差别地，根本地是自性本有的真实智慧。那差别地是什么呢？是根本地起作用，在咱日常生活当中啊，根本地伊啊，离一切相，皆一切法。所以佛祖经常讲的，佛祖无知，无知就是根本地，也以其作用。无所不知啊，无所不知啊，都是差别的啊。无知的真智慧，也会知影真如本性啊。因为无分别、无执着、无起心、无动念，也叫做根本地。智慧是对假生的。生起来的智慧就是作用，在咱日常生活当中，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能，这叫做差别。所以差别的是，还是现界世间无边的方便，无量无边，无所不尽啊，方是方法。边是边宜，叫做显卡。先就是足好的啊，精湛的话，卡是卡妙。那用这个智慧，也先知一切众生。啊，这四字范围非常广大，在这个经里面，包括顶面到顶甲菩萨，下面啊到无间地界的众生，
也就是讲，变化界、虚空界拢总包括了，在众生的根性。啊，这个根性不是自性，这个根性是什么呢？实在讲是习性，不是本性。本性本性啊，本性是根本地。啊，习性呢，这都是差别地。灵地习性，习性太复杂了。啊，包括菩萨、声闻、缘觉，有多众生啊，每一个人的根性非常复杂。那根性对对来呢？中国人有一句话在讲：“孝心六天性，习惯性自然。”都是习惯啊，安尼就知影讲，习性是偶来，唔是本性。本性本先，习性不先，先嘛不先，这个道理爱知影。安怎讲先啊？不先。自性内底本来是清净，有仙就未清净，就被染污了。啊，所以仙路两边拢都爱啊放下，染净两边嘛是爱放下。我不爱染，我要净，迄、那个净就变作染污，净嘛未当污，这是真正的清气啊。真正把这个放下，善恶都无了，阿难做够，念经也无了，菩萨啊做够，啊不起心不动念啊佛做够了，不起心不动念这是最悬的，因公经上啊佛都甲咱讲。法相应下何方非法，法是佛法，佛法好无？对人来讲是好啊，对法身菩萨来讲是唔好。为什么？自性清净心内底都无佛法，哪会讲是佛法呢？佛法就变成染污咯，佛法就变成障碍。佛法是帮助你几多，就那亲像大夫医病。那现在的破病，佛法是什么？佛法是药啊！啊，药把咱的病医好，药干咩个需要？无爱咯，这是健康啊！哪讲过用药啊？你就错咯，你个变破病咯。所以呢，法是治病药，你医好了，人心见性，佛法个淡掉，佛法无淡掉，未当见性啊，未当明心。啊，最后嘛个佛法拢放下，这才是真正成就圆满的根本地，自然现前。啊，这是佛有根本地，有何得地，两种地都嘛圆满，所以啊，善地一切众生。那这里对最重要的一字就是善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不执着。啊，咱呢现在执一切思想。跟你心内唔肯放下，啊，就不善咯。啊，那高明的所在是什么呢？
第一切法啦、啊，心地清净，一念不念，这叫做善。呀，一念不念是根本地，第一切法是好的地，好的地跟根本地是未相妨碍，两个当个东西起作用。啊，当时起作用的现象啊，就是第一切法，不念一切法，无把一切法放在心内，这叫做善。凡夫啊，是发解众生，麻烦就是讲，知影唔知影，伊拢总放在心内，啊，就未见性咯。必须全部加放下，不起心啊，不动念，这会当啊见性啊。啊，起心动念，这是叫起迷失的烦恼啊，这个迷失的烦恼，不容易断。咱家己知影无？唔知影。啊，为什么唔知影？你太死咯，死个什么程度？弥勒菩萨跟咱讲，一秒钟，这个念头记偌济摆呢？一秒钟，1600条次的生灭，这念头生灭，这念，你哪会知影？啊，一秒钟1600条次，用正念灭了，后念生。啊，1600条分之一秒，你敢会知影？咱看较早的电影。较早的电影是动画啊，是幻灯片，古城的画面，这是啊幻灯片。电影对片，在放映机内面的速度是一秒钟24张，24分之1秒就把咱欺骗了。咱认为讲这哪是一真呢？事实真相呢？佛跟人讲是啊，1600兆分之一秒，啊，就是讲一秒钟。伊放映的对片呢，偌侪张？1600兆张，咱完全拢唔知呀。这个事实真相，就伫咱的目前，咱看无啊。啊，这个电影，这个道理，咱了解。用这个原理，咱就会当了解佛所讲的真实义。这是24分之1秒，在放映机里面放出来。如果咱把这个这24张的幻灯片拢总不啊乌，只留一张，只留一张，就是24分之1秒，在放映机里面拍起雾幕顶面啊，互咱看，啊，咱有看到，有看到咯。看到什么？光线一个尔，内面内容什么无看到，只看到光线一个就无了，也太紧了。其实啊，伊线一个全部这画面拢伫这个云幕顶面，啊，你为什么看无？啊，目睭未好看，啊，抓伊未到，24分之1秒，你都抓未到咯。现在个速度啊，加到1600条，你哪会知影？
金国武朝的生灭啊，拢总在眼前，肉眼看无，无文笔啊，无秘密，拢总摆伫你面前，你目睭啊拢看无，耳孔听无，鼻啊鼻袂着，嘴子啊去齿袂着，手摸袂着，其实啊，拢嘛伫个面前呢，从来都无离开过。这个佛教名词的叫做诸法实相，就是一切万法的真相。那哪唔知呀？啊，所以外面的现象，外面的现象是非常非常粗的现象。就等于讲是咱伫这个幕顶面看到这个现象，现在这个电视屏幕。是比电影的速度更加紧，啊！电影的规模看的都是真清楚，不过也是看到一点啊波动，真微细这波动，电视看袂到，就是啊，讲伊的速度频率超过24分至一秒，啊，超过太侪了。所以咱看袂到伊咧波动啊，啊，实际上的这个真相呢，科学家嘛可能讲，现在科学仪器有能力去抓到1000兆分至一秒，甲佛来比还佫差600兆，伊是1600兆。啊，咱的摄像机顶面的这个啊速度呢，是超过咱的目睭。啊，喷射机在空中飞，咱会当给翕落来，翕落来飞机无震动啊，其实是在震动啊，伊无震动，为什么？摄像机的这个速度啦。个飞机咧飞行的速度相顶，伊就不动咯。那是讲超过咧，根本就无叮当。啊，所以咱就用1000分之1秒的速度来个翕啊，500分之1秒啦，看起来就那像讲伊无叮当啊，千分之一秒，伊是静止的，就是款道理。那所以佛会当随一切众生的根性，这个根性是无量劫永生的。佛法是讲习气啊，啊，依据伊的欲望、伊的爱好，欲就是伊的欲望，凡夫欲望有爱好啊。烦恼都是对家生的啊，啊，佛就会当随顺众生的意义，就是随顺众生的根性啊，欲傲啊，这个势力啊，这个势力，佛会当随顺众生啊，众生欢喜啊，那未当随顺。众生唔听你的啊，无愿意跟你接触，你就要跟伊打成一片，何讲同尘啊？你这样多疑啊，所以先看说法这个契机。啊，佛菩萨度众生，头一个先跟你结善缘，跟你做朋友。啊，怎样讲？你真正尊重伊，真正爱护伊咯，真正帮助伊咯。然后你甲伊讲，什么伊拢会接受。你袂当随顺你，伊就袂接受你个。这叫做契机，所言心地，
心里疑迷，分来客气，未违背真理，故明道的即地。啊，咱凡夫客气，客气的时阵不明理，违背了道理呀。啊，现在最明显的，父母爱护儿女，溺爱啊！你那欢喜，但是道理，伊拢唔知影，你还违背了道理。将来伊大汉咯，伫社会上会吃真侪苦头。为什么不想做人啊？啊，现在好好学的是知识啊，无伦理、无道德、无因果，这个亏吃真大咯。啊，富婆山的家人，客气也得爱客气，伊是用心地。啊，真诚啦、啊，下面都有解释，诚恳真实，啊，咱学佛，是事理唔通未记哩啊，对人、对事、对物，都要诚恳，啊，真实，啊，诚恳是态度。真实就是用心，啊，明君本地，这是上理，啊，这都是未违背真理啊。佛教化众生，无论在生活上表演的啊。言语上所谈论呢，决定啊，未违背六义，而且佫会当啊，和众生啊，乐意接受，还是有得地啊，伊有善卡方便。哦，众生欢喜呀、啊！听伊话，啊，我举一个例来讲，娑婆罗蜜是根本地，四念法呢是好的地。啊，六波罗蜜偏重在心性。第一个是布施，布施的目的是什么？目的是断贪嗔的烦恼。目的是啥？啊，什么时阵布施，波罗蜜圆满，贪心就无了。当生的念头就无了，这个布施婆罗蜜就圆满了。四念法里面的布施呢，还是善卡方便，和众生生欢喜心，唔是和家己放下见贪吗？唔是，目的唔是这个。就好众生啊，生欢喜心。啊，咱中国人咧讲啊，你多念不怪啊，都、就是即个意思。在上礼，较接上礼啊，较接请人客，即都大家欢喜啊，这拢是布施，
目的是无同啊。啊，六波罗蜜那是菩萨行，菩萨乞丐为着什么呢？为着破恶。啊，所有一切不善的当啊离开，该啊是善法，而破不善法，是这意思。啊，名词实句是同款，用法是无同款啦，所得的结果嘛无同啊，这袂当讲唔知影呀。心困啊，真实，这是根本题，这是上理。啊，为什么心困啊，真实呢？情困真实，就是跟自性相应，跟实相相应。啊，佮讲较明白的咧，跟明心明见性相应。啊，换一句讲，无情困的人，无真实的人。有何法？有可能人心见性。念佛无生死，念佛嘛未当去往生。啊，所以根本的重要啊，对根本之差别，差别的是根本的的起用，对人对事对物的差别的呢，地种生机啊，对人事啊物拢嘛全部明了。啊，根本地是体，差别地是用，有体有用。这个真实智慧啊，这个真正的显卡啦。果树山之花，深的意味，无论是深说浅说，伊讲的话有意义、有道理，但一般人讲有道理，啊，有趣味。听着心欢喜，听着开智慧，去你啊，去记啊，普令文家立有义理，亲的发味开的道脱，哎，真听有咯，甲诸心啊相应咯，那就亲的啊发味。啊，大圣明白所讲的道理，事实真相。啊，法味表现在倒位，在欢喜呀。啊，道理明了了后，生欢喜心啊，叫做法味无穷啊。这就是该的道脱啦。那脱离什么？脱离迷惑啊，破迷开悟。未迷咯。
破灭开我的故呢，就是离苦得乐。什么是苦？无明了，就是啊苦。无了解啊，事实真相。咱对于事实真相，看错了，想错了，做错了。啊，得到的结果是什么呢？是六道轮回啊，是修法界苦啊，那是错误的结果啊。那是正确的，无错误。那得到的是什么？得到的是一真法界，诸佛如来十不庄严土啊，迄个路。完全都无讲咯，啊！宇宙万法的真相是什么呢？佛在《金刚经》上跟咱讲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啊！咱听了这句话有了解无？无了解啊！实在无了解，我已经的真正把这句话从了解、从明白了，你也肯定坦然放下了。啊，坦然是什么？心内念头啊，想法、看法。全部放下，全部放下，你的心是变作什么呢？你的心变作清净，我已经无染污了。你的心不动了，不动就变作禅定，就是咱跟对顶面讲的平定了。啊，咱现在的心无清净。啊，有自私自利，有是非利我，有名门利用，有贪嗔痴慢，这些有无？你心内有这物件，这个物件是念有啊，无一项是好物件。但为什么有这个呢？无了解事实真相。啊，唔知啊，佮万法皆空啊，万法皆是虚妄的啊。咱也无看到虚妄，啊，今仔日科学家看到虚妄咯，看到虚妄，伊都唔肯放下。啊，譬如量子力学家的报告，因看到了，真正看到物质的本质，物质到底是什么？那科学家发表这个报告呢？啊，跟佛经上讲的完全拢同款，物质啊是念头啊产生的幻想。啊，佛经上讲呢，色有心生，相有心生，心是念头啊。啊，色相是指物质现象，是对念头变现出来啊。念头的啊，幻想、假象，不是真的。啊，佮甲咱讲，境随心转啊。啊，咱人，都嘛爱惜身体，都希望身体健康，都希望生命长久，做会到的，哎呀，用什么方法做到？把你心内这些粪扫个，
穿个清气，哦，你的心恢复到清净平定，这就是最健康的啊！无丝毫染污，无动摇。啊，慧能大师明心见性，心性是甚么款呢？伊就讲五句话。那这五句话就是把心性的模样讲出来。头一句伊就讲本自清净，啊，伊讲何其自性，本自清净，何其自性，何其是无想到啊。做烦恼时阵无容易想到，无想到自性本来就是清净的，有念有啊，无念。念的是妄心，啊，不是真心啊！真心将来都无念无记。那你现在个真心淡掉，用的是妄心，走路。那是个念放下，妄心嘛放下，用真心啊！真心就是清净心。那第二句就讲了。何其自性本不生灭，真心是不生不灭的，妄心是刹那生灭。弥勒菩萨跟咱讲的，一秒钟生灭是1600条次，妄心啊，真心是不生不灭，无这生灭的现象。那咱完全是利用啊妄心啊。唔知影讲家己有真心，啊，放下妄心，啊，真心就现前。第三句讲的上妙呀，何其自性本自具足，具足什么？大行拢嘛具足，具足啊，无量无边的智慧，无量无边的啊德能。无量无边的啊，上好。无像物件是对外口来啊，拢是自性内底有诶。向外去求就错咯，完全错咯。啊，大乘教内面向外求诶，就叫做外道啊。佛菩萨，佛菩萨向内求啊，无向外求，向心上内底去求。绝对未去向我。那所以佛的经典称为内经，佛的教学称为内学，绝对未在心外，心外都无法啦。啊，大乘教典咪常常念着的。心外无法，法外无心。那一切话，拢总是自心变现出来。看到心性，一切话拢明白咯。本自具足呀，啊，本来是佛啦，本来是佛啦，这个还要紧呐。无这个概念，你哪会成就呢？啊，咱来注重这个啊，身体健康，这会用你啊！啊，做身体检查。诶，因为这拢嘛是输，检查了安怎呢？用根本治啊去治疗，拢好咯，唔免用任何的药啊，真系真多啊！那我亲眼看到，亲耳所听到呀，绝对唔是假话。癌症未治咯，啊！病宣布
放弃治疗，未好咯。甲你讲啊，离准我的时间大概啊，只有一两个月尔。你的寿命只有一两个月，这人互人宣判死刑啊！甲伊啊，刚转去厝咧。啊，这个人诶，内面有真多是信仰宗教诶。信仰宗教人伊知影，存活诶期间只有一个月去，无偌久咯。伊啥物拢无咧想啊，逐工伫厝内祈祷。啊，你看伊念头转过来咯，伊逐工也想上帝，逐工想天堂。啊，其他一个妄念都拢无，像是两个月身体还未歹，过去检查癌症无咯。安怎以后呢？念头以后呀，都、就是讲啊，今日逐工你拢要去念这个病，我感觉会好啊，完了，肯定是未好的。八零年代，我住伫美国，那有一摆感冒，因就找一个医生啊，甲我看，医生是中国人，我就甲伊讲，我讲啊，医生甲人病人看病，甲病医好是一个缘分，啊，这个医生还阁未歹，医生恁。缘分第一个是信心，别人对医生还有信心，谁人给他变医好，他的信心医好的。那别人啊，对这医生啊怀疑，病啊这个家当，没空腹的。别人啊对医生有信心吗、啊？那医生对病人嘛，都要有信心，加强伊的信心。啊，信心嘛，以后呀，药啊，即个当三星三分的效果。意念信心啊，是属于意念，你占七分的效果。有甚物有人破病，定定咧破病啊，啊老病。常常咧翻，几年、几十年，那嘛无办法，身体甲调理好，什么原因？常常怀疑啊，对家己信心失去咯，这一点啊办法都无。药啊，好也当修三分，效果都未歹咯。维持个现状，伊就未好了。会好的咧，药啊拢满面咯。啊，那是恢复到正念，正念就是讲无邪念。什么是邪念？有念就是邪念。那、除了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以外，其他念头拢嘛是邪念，拢是正念。伫大乘经上讲的。正念无念，无念就是正念。那一念不生就是正念。啥人证着呢？发心菩萨证着的。那正念现前，这个人就会超越十八界。也升起到位呢，升起十宝庄严土。那接受释迦牟尼佛的教诲，修到清净平等心现前，也往生去到华藏世界。啊，释迦牟尼佛的不脱啦，啊，那是念佛呢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十宝庄严土，阿弥陀佛的不脱。
这个道理袂当讲唔知影的啊。啊，你明白这个道理，相信这个道理，即使好袂怀疑。啊，你这个医生啊，虽然讲毛病真多，毛病袂起作用啊。啊，那也未起作用，你无感觉到啊？人讲你的病情严重，你无感觉。啊，时间若久咧，病自然就好了，毛病无了，个检查就无了。一般人唔知影，就伊讲，这就佛菩萨加持啊，无错，讲的是无错。但是嘛，无完全对，家己的清净心、清净平等心啊，你也知啊，用清净啊、平等心，这是佛菩萨教你的，所以佛菩萨加持你也会晓用啊，你那是不会晓用，你得不着加持啊。面对的警告啊，都、就是佛菩萨加持咱啊，咱有创个清楚无？有用在生活上啊，这个啊，这较重要啊。所以呢，一定要去记啊，去理，爱去实相理。哎呀，你有毅力，甚至发脾，发脾就是欢喜充满啊。这个欢喜是对内心内面流露出来啊。唔是外面的啊感染，外面的刺激，甲外面的无相干呐、啊。啊，外面的一切人事物拢未去干扰着你，你就叫做得定咯。得定心宽呢，得定就是未受外面的事物的干扰。那为什未受事物干扰？怎样讲？凡事有相干是浮梦。啊，金刚经上这个偈内底，伫咧讲的啊，一切有为化如梦幻泡影。啊，就是讲你无解啊，藏咧心内啊，都未去受着干扰。啊，身心健康，欢喜啊，充满，解脱度脱，真诶毋是假啊。古文。多诸有情，以克立果的所说之法，皆是正法。啊，甲佛经上讲的正常、理事、因果，完全拢相应。啊，无相违背啊，这个、法就是正法啦，真正之道法。那一切众生呢，拢也是对啊这条路用这个方法成就的啊，那嘛行这条路，嘛用这个方法，啊，从家大师在你教我。正法，这些和偏狭拢无，凡夫生活，安怎行呢？看得破，放得下，这个六理是无相妙法。啊，看这盘是明白啊！放底下就是未搁再受着干扰了，嘛未受着影响啊！
外面的境界，一切人事物拢袂当影响你啊，拢袂当啊干扰你咯。你的心安怎呢？甲慧能讲的同款，本住清净，本不生灭，本住苦寂，本无动摇，灵性满发。而无常对到来，诸性变现呢？诸性灵性灵现。整个宇宙是所生所现，人所是伊，那不是你。啊，这个幻想呢，会让欣赏，唔通去啊执着，唔通去占有，唔通去控制，唔通伫即内底想入非非啊！我要安怎去支配伊啊？拢错咯，哎，会记得林大师一句话：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？讲个足好个啊！啊，这两句话都是未受外境干扰。未受外境的影响啊，这都是真正的道法啦。啊，这两句话也真简单，一般人讲未出来啊。啊，哪讲会出来，就是啊，过来人啊。啊，迄个时阵我初初接触佛法，大概才两三个月，对佛法是一窍不通啊。啊，嘛是头一摆甲出家人见面，就拄着张家大师，向伊啊请教这个问题。啊，我的佛法。是彭东密先生教的，是伫铁盒概论来对教的。啊，铁盒概论最后一个单元，佛经铁盒。我对遐入门呢，啊，彭老师教我这显卡。直接进行，我是认为讲，所谓宗教拢是迷信，佛教啊是宗教，根本都无这个念头想要去学。我去上彭老师的课，老师跟我讲，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，唔捌听人讲过啊！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，嘛唔捌听人讲过。后面还佫有一句讲：有好是人生最高的享受，这都不得了啊！所以我请教啊，张家大师，佛门敢有这个方法，会当予我？真紧的去立即个境界，啊！张家大师都看到我这少年人心浮气躁，问到这个问题。啊！伊甲我看，我嘛甲伊看。啊！阮两个人看了半点外钟，一句话拢无讲。哎、啊，我是伫咧等伊开始。伊看我安怎咧？看我的心浮气躁。甲你讲嘛无路用。
必须要等到什么呢？等你心浮气躁，拢总放下了，心定落来了，才跟你讲话。啊，有一丝毫的菩萨都未讲。你看，看了半天，我真讲一字有，我的心差不多拢定落来。你讲有，我就真正激动。这个激动呢，伊个唔讲咯。我记得真清楚，头一天啊，大概听了七八分钟，啊，伊讲话速度真慢，一字一字讲，啊，看，得破，放得下，讲了六字，啊，我无迄个定功啊。总是年轻啊，养成的习惯啦。听这两句话，哪像听有啊，听无？我就问伊一句：对于倒位落手？然后这两句话啊，要听有，看得破，放得下，对倒位落手？啊，伊就跟我讲布施。布施就是放下了，啊，放下，看破的障碍，看破是智慧，了解事实真相，放下是功夫啊，回收世出世间一切法的影响。念有那是功夫啊，你这啊明心见性啊，啊大师真正是了不起啊，无丝毫的温暖。啊、我所问的，伊老大人如实回答。我讲伊知影讲做了无彻底啊，拖拖刷刷啊，所以讲啊，进步真慢。头一天我离开的时阵，伊也送我来到门口，甲我讲一句话：今仔日我甲你讲的这六字，你好好去做六年。啊，甲我讲一句话：无财布施，法布施，无慧布施。啊，布施是因，故布呢？财布施得财富，法布施得到聪明智慧，慧布施得到健康长寿。有因有果啊，愈施愈多，愈多爱愈施。啊，有佛爱相准施舍的心，啊，无能力来修布施，但是未当无这个心，爱有这个心，拄着有缘有能力，尽心尽力，就是圆满的布施啊。啊，这是我学佛迄年啊，我是啊啊二十六岁啊，从头一堂课，老师是庄家大师，
两小时讲话无多。啊，大部分的时间拢风分拢伫个定中。啊，我真正就是欢喜充满，真正欢喜啊。啊，算讲有一点仔定功，若无一点仔定功，老师都袂教你啊。为啥袂教呢？无路用，别教了，会话啊。啊，所以讲即地就讲了，所说之法皆是正法。正法是什么意思呢？真正之道。真正之法啊，都是道路，生活之道，或是方法，生活的方法。讲破的就是这六字，看得破，放得下。啊，一听未假，看破是什么？了解事实真相。放下是什么？放下是什么？绝对袂甲伊放在心内，这是真放下。啊，心内真正是无，你的心内真清净、真平等。啊，起心动念生智慧，绝对袂生烦恼。啊，生快乐，生欢喜。绝对没有忧悲苦恼，不可能有这代志啊！这叫做真正得到佛法受用咯。学佛就是人生最高享受啊！享受的不是名闻利用，这种享受是欢乐啊！为什么明白咯？过去啊，拢嘛错咯。无明白啊，明白了就袂阁再生烦恼咯，再袂阁做恶嘅行为咯，袂阁再做恶。啊，下面引用正曼宝训，啊，进来对于讲咯，佛。因以净化受物众生，何时究竟圆满回归自性的人？那自性内面的清净涅槃。涅槃就是不生不灭，啊，苦集不动，人生满幻，这是正法。啊，修是团修，是教修。何以切众生？啊，以切众生是不是当成修呢？都要看众生的根性啊。这点真正重要啊！弥陀经常讲得非常好，不可以消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，这是讲求生得到世界，爱得善根，得福德，得因缘啊，来符合这条件。
啊，小孝代小行嘛，无例外。啊，所以姓学啊，姓贤的学问，姓贤的啊，姓团，所以什么人？需要会当孝顺父母的人，需要会向尊师重道的人，孝呢是圣贤的根，敬呢是圣贤的本，亲像树木同款，有根有本，本就是伊的树心。主要呢，这个个合作，这是本啦、啊，本这个生机，机这个生条，所以啊，个叫做根本。无这个根本呢，佛菩萨圣贤那个教都拢无路用，啊，为什么？伊听未入去啊？伊听无啊？这个世间敢有圣贤人？我也相信是有，为什么没看到？无人去学啊？啊，真正有所谓这个孝子贤孙啊，对细汉就培养出真情的恭敬。伊啊，自然会去拄到高人。啊，伊会去确立圣贤境界。啊，无具足这个条件是袂用的啊。啊，圣贤伫咧教人。伊也是无分别、无执着。那是讲只有一个人，伊拢会教。真正就是亲像佛经上啊所讲的，佛是门中不下一人，一个人拢会教。啊，教这个人，有阵在旁听呢，旁听的人足多的。旁听的人虽然佫袂开悟，那真叫鬼魂啊，恭敬心，伊就会当敬贤君。无迄个袂得到好处的啊，无迄个袂得到利益，得到好处、得到利益，偌济各人无同啊。就是因公大师所讲啊，心境心无同啊，有十分的心境，有九分的心境的啊，有八分的心境的，有一两分心境的，那伊所得的利益各如计量啊。老师教学是平等的啊，每一个人得到的是偌多。啊，拢嘛无同，那为什么咧气无同啊？根气无同啊！啊，下面讲咯，正法是什么款呢？如是正法，无相无为，无波无脱啊！无住分别，远离颠倒啊！就会较听无啦。这是什么事实真相啊？下面就有解释咯。
念老啊，真正难得。引用经论，祖师大德的开示啊，甲咱解释这四句话。这四句话若创清楚，迄就叫做看破。为个执着，就是放下，你就得到真实利益了。成功什么是无常？啊，前面讲的啊，前面是寺庙的名字，前面是隋朝时代，东朝头前的隋朝，前面是的法师。为万法师，来由这部无量寿经注解，就是这个孝林对于老大人尊称，无称名，这最恭敬的称呼，称伊是净雅大师。伊啊，伫这个注解内底解释无常，诸法色空，名为无常啊。一切法不可得，所以叫无常。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不可定，真正的真如啊，本性呢？真如本性无，不生不灭，永恒不变。伊干嘛无常的事啊？是无常啊！真如本性无处不在，无时不在，伊是一切法的本体。啊，为什么讲伊无常？伊唔是物质现象，唔是啊，物质现象，咱的五官啊是也未着，就是你看未着，听未着啊，鼻未着，嘴子嘛吃未着，身体嘛接触未着，这五官接触未着，念头呢，念头也想未着。所以眼耳鼻舌身意拢总淹未着，有滴也无滴啊，所以叫无常啊。这就是真正的啊，无常假嘛无常啊，假常是幻象，都唔是真相。刹那生灭相，讲刹那时间都太长。对现在人来讲呢，啊，一定来讲一秒钟啊，1600雕出的生灭相，一寡有科学知识的人，伊就听有，也未着啊。啊，咱伫个台湾，对台北坐高铁去高雄，这个车的速度是1小时300公里。咱看到车外面的电线皮条，一支线就一支，大概总是有3-5十米的宽啦。啊，一支一支啊。咱这电线配了有看到无？看未到，只看到一下一下就过去咯。啊，这还是电线条啊啦，将来就无看到一支电线条啊。啊，这个就是这个一小时啊，这个300公里啊，咱都看无。
啊，通过车头的时阵，车的速度有较慢一点啊，大概250公里的款，减一点啊。月台顶面啊，有人咧行来行去，看到人影，就是这个细节都无去，面都无看清楚，穿什么衫、什么色，知影，什么款都唔知影。所以假象啊，都唔是真相啊。啊，一定要知影，即个啊，假象下当受用，唔通要占有，唔通放喺心内呀。即句话比唔通去占有，也够有意思。唔通放喺心内，安尼就丢，放喺心内就错咯。啊，心爱清净啊，一点不念，什么拢无。要放诶，就只放阿弥陀佛。咱修净土，希望将来啊往生极乐世界，心内啊只有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以外，什么拢无。啊，身体有毛病的，拢总交阿弥陀佛去治疗，家己免操一点仔心。阿弥陀佛肯定给你的身体恢复健康啊！要有信心嘛。对阿弥陀佛无信心，那就无办法咯。这个道理未当讲唔知影。啊，那无这佛教是叫白学咯。得其法不得其用，啊，你看有冤枉无？啊，佛法得到了无用着啊，啊，无改变的生活啦。我改变做家己的境界，所以一定要知影，诸法是空啊，真是空呢，梦嘛是空，这个无常啊，无常你若佫着相，啊就错咯。有涅槃经文。涅槃是梵语，什么意思？反正中国意思都叫做无常。啊，涅槃呢，当翻作无常，嘛翻作不生不灭。伊啊含真多义，以后因缘啊，名为无常啊。什么因缘名为无常呢？善男子。无十相过，真久出这个例咯，付出十亿，十呢绝对啊，唔是讲只有这十种，十是估计例呢，十代表一切啊，一切法啦，拢总是无相，啊，何定为十？第一个色相。目睭所看到的，佛菩萨见色不着色相，为什么知影讲这个色是空？伊未执着，伊未放在心内。第二个声相，耳孔听到的；第三个芳相，鼻仔去闻到的。第四个味相，嘴子去吃到的；第五个触相，身体所接触到；下面啊是身相，生老病死，身相不可得，诸相不可得，坏相不可得。男相不可得，女相不可得。啊，你若知影这相拢总不可得，啊，你也清净心现前咯。为什么这
虚幻的相、假相啊啊，对你的心内面全部拢嘛清除甲真正清气咯。家己变少清气拢甲淡掉，这拢是粪扫清除去，内心清净，内心平定。清净平定就是你的真心啊。内底哪有这物件叫做妄心？把真心变成妄心，错了，那就是凡夫啊，是名实相，不如实相，如是是指头前句的这个故名无相。这是啊，六句十种，则代表一切，代表万万。啊，数目里对一到十是一个数，啊，十个十到百，十个百是千，所以十代表圆满，代表一切，啊，所有一切现象都嘛是假，无一项是真呢。这是涅槃经上讲的。由彼高处，定有千千里矣。啊，彼是佛教一个宗派，人家称作密宗。啊，彼高就是密宗。彼高有有相无相，有千六个千米之理性。第一种呢，千六者，就亲像头前所讲的这个十种，为凡夫所见识心之诸法，识就是眼耳鼻舌身，心呢就是啊起心动念念头，诸法思想显了。把在咱的面前啊，真清楚啊！每一人眼见耳闻拢接触到，心见现行，耳滴意见啊，这叫做有相啊。诸法之体性呢，无相无形，不存一相。这叫做无相，无相呢是对相讲的，无相是对理讲的。啊，佛法该归纳到众的来讲呢，正常。啊，心是灵性啊，灵现啊，灵性灵现的。相呢是所生所现啊，慧能大师尾后一句就讲：佛其自性，人性万法啊。自性是人性人现亲嘛，意思亲啊。万法是所生所现，摆在你面前，你看到，你听到，你接触到。这个意思较浅，这种叫做有相。啊，诸法的体性，就是灵性灵现的啊，伊也无色啊，伊毋是物质现象，伊嘛毋是精神现象，伊嘛毋是自然现象。这三种伊拢嘛唔是，不准以相为之啊无相。哎呀，真正存在，变一切时，变一切空间，变一切诸法，这叫自性，这叫做啊真如，这个法性，这叫做无相。
拢是铅酸，其亲密食为还有上食，一切之化，各个之上啊，分明而诛。啊，这就是一切办法，大家也拢看得到。无上者，理想之中故一切之上，理想不留，故一切之上啊，离无一上，故闻啊无上，非是无色无形，这意思就深咯。啊，这是发心菩萨的境界啊。凡夫是未了解啊，一切之法，各国之相啊，分明离诸，咱看未出来。这个书是真的，不是假。我的华严经常有跟人讲，你顶内面啊有世界，啊，这个都是一相来对，故一切之相。啊，世界偌大呢？咱的宇宙同款大，宇宙无缩小，你顶无放大。宇宙内底有宇宙，啊，更加妙的呢！宇宙内面的宇宙也够有宇宙，迄、那个宇宙内底够有宇宙，顶顶无尽啊！真正是未当了解啊！啊，这是安怎呢？元秀国师在咧讲华严，讲到这个所在，皇帝在咧听呢，听无啊？甲元秀国师请教，这是安怎呢？元秀国师。请皇上也刚等画面，去一个八角亭，去一个亭啊，去一个啊八角亭。当然这是真容易啊！皇上下着命令，马上动工，几工啊都做好了。这个亭啊是八面，每一面放一个大镜，这个镜呢互相来对照。顶面个放一个镜，下面也放一个镜，就是这十方咯。听皇上来这个顶啊来对当中徛咧，四面去看麦，皇帝一个入去，家己个影就是顶顶无尽，我明白咯。那这个现象是安怎产生呢？宇宙之间的现象就是安尼生啊，啊，所以今仔日发明晶片，科学发展到这款的，真侪人啊，拢嘛佩服啊。一部《大藏经》，遐大的分量，放伫晶片内底，大概增加遮尼大呢。全部已经在内底，跟你电脑内底，你都会看到。啊，这片晶片的内底呢，有一部《大藏经》，比起佛所讲的差远咯。佛讲的一米顶，比这增加税太多，内底有整个宇宙。科学呢，真正的佛法是高等科学。咱的科学甲佛法来比呢，是幼稚园的科学啊。
啊，咱相信佛经的物件将来拢会慢慢和科学所证明，佛法不是迷信，不是讲大话，不是巧言令色欺骗人，不是事实真相。啊，华严经上甲咱讲，什么人会当入弥陀法界内底去参学呢？普贤菩萨啦，那普贤是顶级菩萨呢？那那个范围个扩大，但是经常相讲八地以上，咱相信八地以上拢有这个能力。入弥陀法界内底去降佛啦，去闻法度众生，不可思议啊，无法度想象的。啊，以上之中啊，故一切之相，理想不留。不留就是不着的意思。故一切之相离无一相，故闻无相。非是无色无形，有色有形呢？啊，极其微细，连这个微细都不可得啊！啊，菩萨看到了，甚至菩萨入这个境界，心内是有起这念头不无啊？这叫做啊，一相不留。啊，无起心动念，你这人入去啊，就是无障碍咯。起心动念就会有障碍。啊，有障碍，你就袂当入去啊。啊，所以大乘佛法讲到究竟之处是什么境界？一切法不起心，不动念。这就是发心的境界啊，发心大事的境界，发心如来的境界啊，八地以上，故离生佛的真君咯。八地啊，九地、十地、顶格、顶面的生佛啊，所以真君咯，侬也可以看到。诸法实相，啊，一切法的真相。这是密宗内对也所讲的无上的深意。下面就跟咱讲无为，什么是为？为是造作。无因缘造作，或无为；动无无作，无为甲无作是同一个意思。啊，无用能力去造作，嘛无需要人去思想，思想嘛是造作，啊，完全是自然呢。啊，往生到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一切人事物是无相无为，自然的啊。啊，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。
这是咱用真粗的形象来说明、来形容。啊，有讲错，无讲错。啊，是咪完全正确？唔是完全正确。完全正确是言语道断，心行处灭。你得正得大圆满。啊，你就知影讲，前靠方便就是来诱导咱啊，我的圆满，这是这意思。未当帮助咱五力圆满呢，这无叫做显卡啦，无叫做方便。啊，当然啦、啊，五力还有五力的根性，啊，无教个这个功夫是无办法去五力的。从门教下是无例外。啊，真正天下的这大德，拄到一个学人伫咧学习的，伫未入，还阁未入的这个，伫这個境界上，那是拄到，那是语言形式，一定会帮助伊个点化，帮助伊悟入。啊，无入这个境界，说法讲的都是废话。伊也未当得到受用，未当得到受用，讲世间法，劝伊啊断恶修仙，知影伊未当超越轮回，希望伊伫轮回内底未去对三恶道。这是如来的小小法啦。啊，有志愿知影轮回苦，想要脱离轮回，佛一定会帮助伊啊。本来八万四千法门由伊来选择，佛会教伊啊。佛较钝呢，无这能力的，但是一心求愿。出离六道，佛会教阿姨啊修啊念佛法门，发菩提心以向专念啊，就好了。这是啊，每一个人拢嘛做会到。啊，那做未到，做未到是不相信啊。啊，对这块我们半信半疑啊。从俩做的家己，也够有更加好的方法。这一生啊，都错过了，啊，真正错了，这不是假错啊。啊，极乐世界，它实是不可思议，无因缘造作。啊，一切拢是自然成就的。啊，下面呢是咧讲啊，无薄啊，无脱。薄咧是用这个锁啊，甲捆绑起来；脱咧是解脱，甲锁啊掏开啊。你得到自由了，这是啊，佛的经教来对，常常用这个名词来比如烦恼，舍意无明烦恼啊，微薄啊，以断现啊，现金啊，为脱。经来对相讲的啊，
特别是显教，断烦恼，证菩提。啊，烦恼的那就是锁啊，把你捆绑起来，你未自在，你未自由啊，未叮当啊。啊，断烦恼就是把这个锁啊掏开，你解放了，你啊，你的自在。就是这个意思。你迷的无明无法性，本为一体。法性如水，无明啊如冰。现象虽殊，究其本体，即无明之冰，故体是法性之水。这也跟你讲真话咯。家己了解事实真相，烦恼甲菩提是一项代志。啊，所以伫即地，比如甲佛性，比如做水；甲无明，无明烦恼，比如做冰。啊，冰呢？伫个适当的温度下面，伊就是水液体。如果零度以下，伊就叫做冰。冰也是水，水嘛就是冰。冰水是因，不是你。所以烦恼甲自性是因，不是你。哪讲烦恼真正是要断去咯，啊，麻烦就足大咯，自性无咯，哪有这种道理？所以了解真相，了解事实真相，烦恼甲菩提是一啦，生死甲涅槃是一，唔是二啦。水甲冰是安怎呢？温度无同啊，烦恼甲菩提明我无同啊，一同一样代志，明就叫烦恼，我就叫菩提。啊，人生伫这世间呢，啊，我的时阵就是涅槃，灭的时阵就生死，生死甲涅槃是一啊，唔是二，明我无同啊。阿弥咱都会体会到，诸佛菩萨对咱最大的恩德是什么呢？帮助咱破迷开悟。啊，破迷开悟，阿得把这个冰融化作水咯。啊，都把生死变作涅槃咯，把烦恼变作菩提咯。都是这款代志吗？佛对于一切众生最大的贡献，就是咧讲经教学啊，帮助大家破迷开悟，把事实真相讲清楚、讲明白。啊，虽然讲清楚、讲明白，绝对未藏在心内。啊，心是安怎呢？清净平等觉，清净平等觉就是佛心啊。清净平等觉就是真心，清净啊，平等觉就是法性。啊，修什么？就修这五力啊。啊，这五力有三个层次呢。对于清净心修，清净心是要安怎修？心内哪有牵挂？啊，心内唔存在着任何的念头，
啊，拢总扫回清气，该放下。啊，清净心现前，你就证得阿罗汉果。你就超越六道轮回，这第一个阶段啦。佛法内底小比劫咯，出离六道，佮向上去提升呢？啊，修什么呢？平等心，对于一切法不分别，真正不分别。为什么一切法都是一法，一法都是一切法，一道不离啊？为什么呢？一切法啦，该是自性。那古代就用这个比喻来讲，如今做气。气气改金，用黄金做只器皿，就现在首饰啊，装饰品。我有去参观这座金器的工厂，在南市，我参观过，内面大概有20000多件首饰。花样不同，20000多种，琳琅满目啊！啊，看到这多呢，实际上就是一项物件，黄金啊。所以啊，你看到起起皆金啊，啊，一即是多，多即是一，拢嘛是黄金做的。啊，明白这个道理。所以一即是一切，一切即一啊，一道不离啊。这是事实真相，了解事实真相就未搁再分别。是法界的，那就是无讲的气，拢是法性变出来。啊，林大师讲的真好啊。何其自性，明心万法，万法就是气啊！自性是金吗？都是法，不是自性呢？自性是家己啊！换一句讲，都是法，不是家己呢？啊，现在人迷咯，迷个真深吗？连家己都不会认你咯？怎样讲呢？人为自爱啊，未到这种程度啦。无自爱，哪会爱人呢？啊，自爱就真正能爱人啊！佛菩萨知影，万法甲家己是一体啊，所以爱啊，叫做。无言大慈，动体大悲，无言是无条件的。啊，老母对红孩的这爱是无条件。伊的囡仔拄拄啊生落来，你看伊对于这囡仔的照顾无微不至啊，无任何条件。啊，特别是你去看100天，啊，100天迄、那个时间的内面，看到无助的真心真情，时间搁较久，伊就会变质咯。为什么？囡仔被染污了，伊会认的啥人是妈妈爸爸，伊就分别有执着咯，伊被染污了，伊无这种分别执着。要未年轻的时阵，那叫做天真呐、啊。那是用真心，真心就是无分别、无执着。啊，所以你细心去观察，真正趣味啊，看出人的本性，
性本善啦、伊无恶啊。一百天来，这个红爷啊，你去甲人伊啊，无论什么人，人伊拢对你笑笑，拢是非常有美好的这个态度啊，对待你。啊，大汉了后认亲咯，父母抱伊才欢喜，别人抱伊就拒绝。迄都毋是真心蒙心咯。安尼你就知影讲，佛菩萨阿罗汉拢嘛是用真心，伊未用蒙心。啊，伊个爱是真呢。那伊的慈悲是真实的，啊，无证到这个故位呢，伊就是妄心，用妄心来对有自私自利，有是非人我，有名闻利用，有贪心之慢，迄人心是怎样有诶？迄不是清净的，所以修行必须要把这个念有去掉。为何真性无波不断啦、啊？啊，离彼地无明无法性，本为一体啊！真正弄清楚，才真正知影整个宇宙甲家己是一体啊！为什么关心别人？关心世界？关心宇宙呢？是关心家己啊！是对安尼来啊！总得创我清楚，创明白咯。啊，清楚明白咯，这叫做佛，叫做菩萨。菩萨是对有事实真相清楚明白的人。凡夫就是糊涂，一些颠倒啊，想错了，看错了，讲错了，做错了，修的根本嘛错了。那今仔日时间到了，那就学习到这地。